感觉他吃了这个药了以后，昏睡的情况比较严重，感觉上蛮严重的。哎，他那写 error 哎，哦，因为你没有插上去，不好意思，你没有插上去，对。哦，该掉。嗯。嗯，这个是我刚有人奇怪，刚刚来就很正常。在这里，嗯，在边边上，嗯、对。那个是电源，嗯，好。没电的时候可以充电。对。现在是接电，它是蓄电池还是一般电池？它是可以充电，也可以加电池，一颗一颗的电池。我们一开始弄上去的时候要弄多紧啊，那个手臂的那个。手臂弄上去要弄多久、就是、其实它那个环套已经帮你设定好了，它不像我们那个全软式的没有、uh-huh. 你会有扯的力量、uh-huh. 它那个环套就是那个紧度啦，它不是有个扣吗？对啊，但是有些人瘦有些人胖啊，那你那怎么样？它那个扣就是有一定的弹性，就是这样的紧度啊、oh. 因为那个扣已经帮你决定好，你也没什么好再弄啦、啊、哦、oh, 这样对啊，然后再另外一边，你一直说另外一边有没有？你就贴上去，嗯、不用再去抠它了，哦，不用再去扯了，哦，不要再去扯。现在是124.59，看看，124.59，74。嗯